早晨啊，各位，呢份就系我今日嘅早餐材料，有呢啲幼面啦、鸡蛋啦、菜心啦，我而家去煮面先。早餐完成咗啊！呢个叫做蛋卷面，就系煎咗个蛋皮，跟住包住啲面。系琴晚突然之间谂到，今日就试整下啦。今日已经是早餐100日的第98日了，还有3日就完结了，时间过得真是快。今天的茶是南非国宝茶，我现在在想就这样淋少少豉油上去吃，还是加些甜酱上去吃好呢？又或者两样都可以试下，一条就咁样淋豉油，一条加甜酱。好啦，我开始食早餐啦，祝各位 happy 每一日，拜拜。